花太岁吴亦凡命立吴亦凡出生于中国广州，加拿大界。他以前是韩国 EXO 成员，2014年5月离开 EXO， 同年末进入中国娱乐圈发展。七年间，凭歌影发展，一跃成为超级天王巨星，赚取16亿港元，其人金玉其外，坏如其中。八字庚午年丙戌月乙亥日己卯时，伤官见官，必犯官刑。紫微斗数命宫在位，坐紫微破军，昌曲坐会月魁，坐贵相贵，会午曲全星，坐三台八座，申宫甲左右，君臣庆会等及格，四大贵之命。可惜破军午曲自化禄，命坐陀螺，暗藏凶兆，因为不珍惜，先发后败。命宫紫微专横，破军旺壮，喜新厌旧。古云紫微破军，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时常心怀不轨之意。更加上财福现有摇鸾喜咸池桃花叠叠，再加阳刃淫欲之心，舞曲霸王硬上弓的全心，一行到此运就爆出诱骗女粉丝灌醉后强奸，触犯国法被逮捕归案，名利即化为泡影。23、32大运已有，大运天机化禄入大运紫田线，本命兄弟宫天机化禄，本命父母宫禄存双禄甲辅命宫大运化科，本命自化禄大吉，代表爆发如雷，名成立就。可惜大运父母宫太阴化忌，对宫火星照入大运父母宫，形成火星太阴大凶格，主犯官非。大运已有，坐天府，阳刃迎星，天摇红鸾，会咸池天喜，四朵桃花，一只淫欲之心，加上五曲化全持刀，淫欲之心炽热，诱骗女粉丝灌醉强奸，事后被告发逮捕入狱。因大运潜伏凶格，流年引爆，辛丑流年文昌忌入本命，己丑宫己文曲忌又入本命，流年迁移宫，流年事业宫忌又入本命，在劫难逃。流年紫田线化忌代表犯罪入狱。本年7月8日吴亦凡被女粉丝都美竹铺约女粉丝在电影院房包房灌醉强奸，以未月丁4日流月作丑，巨门化忌在流月兄弟宫引爆丑闻。7月31日以未月庚辰日流月父母宫化忌，流月紫田太阴化忌同大运化忌重叠，被捕入狱。命宫忌入事业冲夫妻，用情不专，妻忌入命，夫妻互欠债，报他阴毒的都美竹刚刚又是壬午年出生，忌入他本命财帛宫，大运迁移宫，互成因果，破他财损他名誉，对他致命打击，冥冥中似乎早已经注定冤家寻仇。明年壬寅年流年命宫做生年忌，流年午曲化忌入流年父母宫，流年陀螺入流财及大运父母宫，引发大运父母宫太阴化忌加火陀人离财散凶格，又引爆大运午曲持刀等凶格，估计今年9月或明年正月开审判刑。